师傅挑战爬山视频都百万了。爬呀，我爬，我现在就去爬。整呗，主打就一个宠粉儿。到武功山了啊，咱们又夜爬，看日出吗？看，我就不相信了，三座山我还看不着个日出。走走，累吗？看不起谁呢？累了。就我这体力，我能一路从这跑上去。啊！咋这是？太猛了！让你嘴硬，非要跑，慢慢走吧。不行，还有点后劲。加油！每步都吃力得很。天心，你看到前面啊？看不到头。终于到好汉坡了呗。一千多个台阶。从那边上去就快到了。真的？我啥时候骗过你？走。走到自闭了。歇好吗，天心？看山还难吗？看不到头，真的看不到头。咋了？不爬了，我不想爬了。你要相信也可以的，加油。我当时还是爬不动。大家都一路够辛苦的。你是最棒的。你说啥？你是最棒的。啊！脑袋嗡嗡的，赶紧爬。啊！好汉坡爬完了。山顶的岗子。那个方向再走两个小时就到了吧？你又骗我！我是要给你动力。我在武功山见的最多的就是这看不到头的台阶。已绝路，不能绝望的路。加油！坚持！坚持！一言不发，沉浸式爬山，只有脚在无意识前进。今天到了，天强！天强！天强！今天到了。啊！到了。终于爬上来了。终于到了啊！太不容易了，又征服了一座山。找地方看一下。我成功了，成功了，我又成功了。你是不是有什么特殊的体质啊？三座山都看不到日出，还下雨。那祖国大好河山，咱都得看，不是？再不疯狂，咱就老了。都被淋成了落汤鸡。多疯狂！行了，好了，快走。爬了三个了，武功山好像不是三山五岳啊！啊，那粉丝都让我爬武功山，有没有可能只是他们想看的？那我这能抵消一座山不？应该是不能的，要不然问粉丝，如果江西有庐山，刚看的。